你是台东哪一个国小的啊？金山国小。国小。金山国小。国小。啊，你们的队员从几年级到几年级啊？四年级到六年级。哦，四年级到六年级哦。啊，六年级是哪个哥哥？这个你不像吧？你三年级的吧？哟，怎么那么矮？哦、这六年级比较大，比较会讲话了。来讲看看，那你们哎，你没有叫他们手放下，你可以手放下啊，你拿麦克风来，跟大家说大家好，我是台东新生国小地主队的最强的什么什么什么。大家好，我是新生国小地主队最强最强的。的什么什么什么？哦，你是最强的什么？你最强是？你是你的你是手背哪里？你的手背是哪里？投手。啊，你是投手？哇，那你以后投手要小心点哦，打击喽。要有投手样子，要有投手的样子啊。投手的霸气。等一下有投手啊，英姐在下面，那个肯定叫林英姐，你知道吗？他没有这样子，他没有三七步，他只是这样子而已。OK， 好，谢谢我们新生国小的那么可爱的你们的表演，好不好？谢谢，希望你们这次的比赛可以加油。谢谢，太可爱了。谢谢，地主队加油。